嘉义民雄乡全乡大清消，大街小巷喷药消毒。因为确诊校长十八号裁剪完，又偷跑去村林长千人春酒，害全乡大埔筛。没想到同场的立委陈明文也出包。议员脸书爆料，陈明文违反规定跑脱台上脱口罩致辞，全场口罩戴紧紧，唯独陈明文不守规定。夸张的是，他十八号也去民雄吃千人春酒，同场还有县长翁章良以及确诊校长，隔天被框列裁检，照理应该自我监测10天，直到28号，但20号陈明文就不顾防疫到新港跑脱台上大胆脱口罩，觉得是不太妥当。这个扩散下去的分布其实是很广的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事。PCR 阴性，但一样有阴转阳风险。陈明文超有自信，跑脱还脱照致辞，网友酸爆。绿色是被原谅的颜色，人民罚到死，政客道歉就没事。300万别忘记留在现场就好，记得要带走。相片啊，被社会这个做了文章，造成很大的一个。陈明文出面致歉，却砍他被做文章，连中央也放错重点。看他脱口罩，好的时机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？监测期间拍照明显违反防疫规定，居然说要看脱口罩的时机对不对？不过卫生局已经出手开罚陈明文15000，加上疫情还没烧完，绿营明代带头违反防疫规定，无疑打了中央一巴掌。记者侯国恩加以报道。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，买这个就对了，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，然后呢是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，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，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。好，现在哪里购买呢？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 来扫一下，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。